咱大家好，真抱歉，两公前染着重感冒，所以我的声大甲有小可 damage 吼，所以但是稍等下有啥物状况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真正人生无常，咱来珍惜生命，珍惜即马，珍惜咱身躯边诶亲人朋友。音乐，请。
着咱所听的，保佑台湾继续来努力来打拼。总是人甲人之间有真济无共款，看法无共款，想法无共款，做法嘛无共款。所以伫演艺舞台当中，咱会去伤害别人，有时咱也想去伤害。伫这个时阵，咱也是会当互相来包容，互相来相听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咱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来过咱的一生，因为咱的生命真正是宝贵。上帝疼惜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是上天宝贵的囝。答案是。继续为着咱所听的故乡台湾来打拼，咱的子孙就有希望。今仔日真正是真故乡，真实的。我已经甲切掉了，但是我声实在是，但是今仔日有甲会长讲，我今仔日甲这个节目 cancel， 但是盛情难却，所以伫遮真正是唱了无好势，是的。Thank you.